这有那个现役的名嘴，就算是怎么样，被干掉了吧？有没有真正被干掉，我是不知道。就是有一种好像被我干掉的感觉。现役，不过那是很年轻的，所以如果再多干掉几个现役的名嘴的话，然后跟现役的这个政治家结合以后，就是你说右，我也说右，这次投你没关系，可是我们哪边再下一次再一起走，搞了半天在搞这个，对啊，一个年轻小名嘴被我干掉了嘛，就是他的评论是有毛病的。小名嘴干得掉，那老名嘴不知道哎。